刚是不是有个东西在动？赶紧走吧！Oh my god！ 热评粉丝竟然让我凌晨一点去废弃工厂吃泡芙，瞬间感觉泡芙它不香了。那今天晚上就让他陪我吧。算了算了，还是他吧。拿上我亲手做的泡芙，走你！我的妈呀，这里面是多久没过人了？气氛紧张，不敢呼吸。这是个啥呀？这么大！我不胆大，谁胆大？冲呀！我这越上越高了。哎呦妈呀，这是啥呀？我不害怕。还有他陪着我呢，那咱今天就在废弃工厂稀稀拉拉的吃上些，干杯！嗯，喂，这个好难喝呀。我今天做的都是水果的，这是抹茶蓝莓的。有点化了，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这是榴莲的，自己做的榴莲就是多。会爆浆，这个是奥利奥的。刚是不是有个东西在动？咱还是换个地方吃吧，这地方我真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。赶紧把最后一个给消灭了。草莓的，姐妹们，这地方是真的害怕呀！赶紧走吧。这也太高了吧！有点让我，怎么晃起来了？啊！看热评，竟然有粉丝让我在摩天轮上吃油炸串，这可真是又浪漫又刺激。那今天就让他陪我吧。我这样出去会不会把别人吓的？出发出发！这摩天轮竟然还在天台上。姐妹们，这网上的摩天轮也太好看了吧！走吧，咱现在就上去，到这个最顶峰。好嘞，大步前进，冲啊！哇，真的是老摇摆了，好漂亮啊！就是为啥这个这么晃呀？那咱今天就在摩天轮上稀稀拉拉的吃上些。好高啊，粉色的，干杯。好喝，先来吃一个这爆浆麻花，看它会不会爆浆。这也不爆浆啊，不过挺好吃的。这里就是最高点了，他怎么不走了？龙虾串，还都是吃过虾线的。原来在高处吃饭是这种感觉，又紧张又浪漫又刺激。这是小红肠，你们真是让我，怎么晃起来了？你这最高的，你们的脑洞真大呀！你能让我恐着高吃着饭？哇，这也太高了吧！人家都是来浪漫的，就我是来干饭的。这个叫烤苕皮。黏不拽拽的，超弹。鱿鱼还是一样的好吃，这个方方正正的。我都要流口水啦！还有啥更刺激的？别跟我客气。